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平常用的天赋，大家可以点赞收藏一下。首先是飞轮加大心脏再加一个单弹，这套天赋的优点是比较极限，飞轮用得好的话可以预判屠夫的闪现，或者因为屠夫的一个小失误啊，可以让你牵制的更久，然后更方便转点。我们再来说一下这套天赋的缺点，首先是容错率特别低，需要玩家有一定的操作，而且的话现在很多屠夫知道玩家带飞轮，会刻意的等你交出飞轮再打你。总之呢，这套天赋比较适合一些喜欢打极限操作或者对自己操作比较自信的宝宝们，是不是？第二套天赋比较主流，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就是双弹加大心脏。这套天赋的优点在于让屠夫短暂追不上你，可以更快的转点，利用的好的话可以妥妥的牵制屠夫三台机，非常适合新手玩家。我们再来说一下医生的天赋，这套的话是我平常玩医生用的天赋，没有大心脏，比较适合六鬼有基础的宝宝。这是医生的另一套天赋，比较适合萌新玩家，大家推荐大家使用。我们再来讲一下救人位的天赋，这套天赋比较适合空军大副守墓人，或者你玩其他牵制位也可以使用。再来说一下阴兵的天赋，这套天赋的话阴兵比较适合阴兵呢，还有野人什么的。天赋的话随机应变啊，有些小天赋可以调成对吧，给队友治疗加速啊什么的。总之呢，希望大家六鬼技术越来越棒，我是宇泽，我们下期见。